你看看你这二道毛，不男不女的，你看看你都跟什么人是好朋友？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大，需要两个烧烤架，一个秘制，一个麻辣。哎，我这是教室，不是你们家开的饭店。明晚8点，少年派。